这次从上海来扬州，就是为了追随我的偶像董宇辉。我实在是太爱他，是他让我重新审视了家庭教育，强调了身教言教，让我儿子在最后一年冲刺中顺利考上了理想大学。我和儿子这一年也没有鸡飞狗跳，是他教会了我，在这个浮躁快节奏的当下，可以停下脚步，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，不只是低头走路。是他让一个多年不读纸质书的我，一年读了6本书。我特别喜欢他用诙谐幽默的方法讲述历史啊、地理、文学等各种知识，过程始终贯穿着正念正向，而不只是淡淡的教我们知识点，乃至于让我觉得家里吃的喝的用的都有了文化气息，好像自己也变成了文化人。他输出正确的生活态度，治愈了很多人的教育，给很多人带去了心灵的安慰，还是我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努力后发光的样子，让他们看到了希望，点燃奋发向上的热情。